滚！我刚刚下去，虽然我觉得我动作有忍住，可是我感觉我眼泪快逼出来了。我真的，嗨，我是雪梨，今天又回到我们挑战企划，我今天要来挑战跳水，看上面。超级高的耶！然后我今天是在台中的游泳一个游泳池，然后他们最高的跳水台是有到10公尺。然后我今天非常幸运的请到了一个跳水的国手来教我，那欢迎 Jody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ody。大家好 ，Jody， 你平常就在这边训练你的跳水吗？我以前在这边训练比赛，之前在这边训练比赛，对对对。那我最近呢，就是准备退役。然后在准备退役前接我这种休闲娱乐来跳水学习的，是让你学员挑战一下。那 Jody， 你觉得我今天可以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吗？今天其实我设了两个目标，两个目标。对，因为跳水我们有两种姿势来做入水，一个是脚下，一个是头部入水。我有试过脚下像打桩式这样下去，就这样而已。你还记得多高吗？5米。确定啊？考救生员的时候没有灌水吗？在5米跳台，我不确定啦，但是他写5米，我就相信他。好，今天呢，第一个目标应该是脚下的部分。对，希望可以挑战看看7.5公尺。7.5公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左边的那个。假设我从7.5可以在上面游一个小时，通常会被教练踹下去。对，而且我们跳水有一句话，就是你走上去就不能走下来啊，真的哦。所以你走上去你就只能跳下来。那第二个目标呢，就是头下水的部分。头下头入水，它比较属于专业跳水的动作。那会有一点点冲击力，是有点像游泳比赛，预备下那种。对，没错。但游泳比赛可以看一下这个高度，对，后面这个高度大概1公尺左右吧。等一下呢，希望今天可以来到5公尺头下。那我就赶快请教练带我们去暖身，然后开启今天的课程吧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学的是跳水最基本的动作。那它其实非常简单，但是我们等一下站在上面都是用这个动作来完成。我忘记说一下，就是我今天另外两个同学，他们两个好像没那么重要。Roger 跟 Alice。等一下，我们总共有4个步骤，因为跳水是一个很主观的项目。是。你如果站在上面直接跳下来，裁判不知道你要开始。所以我们前面会有个亮相的动作，就把手打开。在游什么？在游泳池没有，在北一女。不是举手吗？没有啦，我们这样手要打开，双手打开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是把手举高，手举高的同时，我们下面的脚要踮起来。这是第二个步骤，第二个步骤是这样。第三个步骤我们要半蹲，对，看一下他们大腿，他们蹲，后脚跟不能粘到地板啊。对，很好，这是第三个动作。再来第四个动作呢，我们手要拍到屁股，只要往前跳。到屁股那往前跳，一往后拍到屁股，2、3、4就跳。OK， 我补上个小知识，跳水我们不戴泳镜，不戴泳帽，因为戴泳镜投下来的时候，泳镜会压到眼窝，眼球很容易受伤。那泳帽的部分呢，是本来就是很主观的运动，所以戴泳帽感觉会很丑，所以我们不戴泳帽。再来就是男生穿三角裤。那女生就是穿这种连身的为主。为什么一定要穿三角裤？三角裤是因为你在空中的身体会变比较修长，会比较美观。哦，是为了评分。对，再来是做动作的时候也会比较舒服。你们 ，Action！ 真的赢了头发而已。来，初步动作第一趴，它是掉到水里，掉下去。我要上再下。对，在空中时间才会变多。我示范一次，你来给你看。好，你刚是这样。错误示范。第三步。哎，好像哦。掉下去了。接起来，没有，手往上边。对。一二，站起来，三蹲，然后掉，对。好的，那你犯了一个，所有人都会犯的错误，就松掉了。对，下水之后就松掉了。对，好。等一下屁股会痛吗？哦，是要坚持到最后。我们刚刚那个动作叫垂直跳。垂直跳。等一下垂直跳的过程中，我们做一个抱膝盖的动作，两只脚一起抱。这个动作呢，是因为我们是有高度，有高度的过程中，你的肌肉需要一些反应，所以当你做这个动作，在打开身体的时候，身体会自然的去用力，它比较不会受伤。就这样下去，不能啊！不能下去，你屁股会痛啊！所以我是在跳到最高的时候，普通是这样。对，这个就好了。哦，这个就好，可以看，你看。
它整个很深。哦，所以真正对的会掉这么深？因为你没有阻力，它会很顺的一直往下沉。哦，这才是对的。原来如此。等一下我们要做的动作是头部入水的动作。头部入水。那游泳的入水是往前。对。那我们不能往前，我们如果往前的话，它就整个翻一圈。游泳是要跳越远越好。没错。然后跳水反而不行。我们不跳比较好。跳比较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会做一个坐姿体前弯，姿势在旁边。跳水的手呢，我们是一只手是平的，另外一只手抓住这边的手指头。这边会有个平面，我们会用这个平面去破水，所以会有这种冲击力。真的哦？对。因为不是通常都要这样流线型。这样下去啊，如果一冲就冲开，就会打到头，就会造成脑震荡等等。所以等等的话，等等。然后等一下夹在耳朵，夹在耳朵。对，夹在耳朵旁边，然后你头稍微抬一下，看得到，看得到手吗？对对对对，就这个角度，等一下用这个角度去做入水，好吗？Alex， 你帮我一个忙吧，帮我压他手掌。对，等一下入水会有这样的感觉。对，就是这样压手掌的感觉。我的天哪！可以吗？好。OK 啊，那我先做一次啊。等一下一样夹在耳朵旁边，然后我们眼睛要瞄着手。眼睛瞄还是？透过瞄手去看到水。你要看的时候，看到水之后呢，因为我们不跳，所以我们要踮脚尖，让身体本身的重力把你带出去。我们踮脚尖之后呢，重心稍微往下。好漂亮哦！好，给它踮脚尖，踮脚尖，慢慢踮，慢慢踮，慢慢踮。对。休息一下，我们上一组。好。跳板，那就是跳水专用的一个器材。那它的支点呢，就是在这边两边。所以基本上它的头是没有支点的，所以它的弹力呢会非常跟弹簧床完全不一样。那这边呢，这个有一个圆圆的东西，这是转它的软硬度，就每个人的软硬度不一样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踩的来转动。那假设是比赛有规定的软硬度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规定，就你自己喜欢哪个都可以。对对，原来是这样。奥运比赛也是用这个器材。那我们可以直接调最硬吗？最硬是9吧。最那是最软，最硬在这边，所以它的支点就会慢慢往这边跑，所以会比较硬。好，我们调3一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先做脚下的姿势。脚下，好，还记得吗？对，没错。OK。抱腿吗？先不要抱腿，我们就垂直的就好。好好。我在这边就一公尺都怕了，我要怎么去10公尺啊？对对对，那个节奏很难抓，那就是大概知道的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跳头下，它前面的动作都一样，然后踮脚尖，重心往前。哇！踮脚尖。手完全开掉了。对对对，我故意叫他开的。那他叫我试一个脸下去，然后我就要骗了，超痛的，用身体记得，那痛觉被人家讲呢。哦，这么。越来越有点像不死的感觉。因为仪式感太重了，很可怕。真的。这是3公尺。才3公尺。3公尺就有一点，有一点那个。慢慢往上。你不会推我吧？没有，这很危险，怎么可能会呢？哎，我的天！这边就是10公尺。10公尺。这边是7公尺。七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就是高度都有落差。做得出来，还记得？你看看七跟十的差，这样真的有点差。没有差，蛮多的。七好像好一点。这边是5公尺，轻松吗？很快，还是很高，可是很亲切。好，这边就是3公尺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来试试看。还要跳台哦。跳先敢跳这个高度，我们再来求动作。哦，这个屁股，它那个是扎扎实实的打到屁股，人家会整个。真的假的？我刚刚就是一半，然后就慢慢的缩，因为想说还没到，到了吗？到了吗？然后就蹦。一般人在紧张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就会缩，就会这样缩，会比较安全感。嗯，就一缩就会打到屁股。好。
哦，这听声音就知道对嘞。听声音，对，没错。下面跳一下，我跳一个，跳一个。Amazing！ 太扯了，我看这是什么？这样一样，屁股是屁股要往内夹。我是一根铅笔。好，没对，没错。那我手叫小耳朵。对，小耳朵放旁边都可以。用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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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力！其实还不错，但就最后有点松掉。对。哦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刚刚下去，虽然我觉得我动作有忍住，可是我感觉我眼泪快逼出来了。最后一秒，我觉得我快哭了。为什么？就是那个太怕了。可是动作还是有盯住，可是眼泪真的，我觉得我眼泪止不住。对，眼泪止不住。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就是边哭边做一些事情，就是你是真的想做的，但忍不住。我刚刚那一颗超级痛，应该是我今天以来最痛的一个。有啦，有红了，有红了。因为刚刚，我真的，我靠，真的，刚刚那一刻真的很痛。OK， 这个很棒啊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很棒，蛮有天分的。然后7.5了是吗？7.5，可以。耶，我觉得这个有比较不怕了，是从头到尾都比较不怕，然后可以 hold 到最后，就不会痛哎，真的不会痛。所以做好姿势其实是不会痛的。5米解锁了吗？5米解锁，耶，好开心！已经完成一半，还有一个任务，对不对？还有7.5公尺。头过身就过。7.5。可以啊，但普通人7.5，五公尺头下 OK， 基本上脚下7.5都差不多。而且他是建议你赶快上去，不然你会那个恐惧。3秒啊！等一下这边下去大概3秒。不要想太多，真的不要想。不要想，不要想太多。你在想了，你身体要用力就好。我没有办法想用力。用力啊，用力就好。用力。拍起来好好看，哇！他听起来蛮炸的。听完人家跳，你还想跳吗？不会更怕吗？就怕会更怕，还是要叫别人先跳？没有，你要想 I'm the better person。哎呀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闭上眼睛走到边边，一二三就跳了。不能闭眼睛啊！没有没有，闭上眼睛走到这里，然后打开，一二三跳。再往前一点，再往前一点。哦，是 ，OK， 好，哎，那就顺势跳吧。啊！要很用力啊！会很痛。脚一定要夹紧啊！脚一定要夹紧。用力啊，往上啊！啊！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所以是要跳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就剪辑他从3米跳下去的那个空中画面。哎、欸、啊！大姐，你刚刚在想什么？刚刚在想死了就算了。哦、oh, ，死了就算了。肌肉是很长的，所以很容易浮起来。大家紧，大家很紧。真的要夹很紧，然后死了就算了。在空中就会抖，然后就慢慢松掉了。那夹越紧，就是越有机会。来吧，自己想好哦。做动作的流程，你看远一点，看泳池对面那个蓝色的线。加加加加加！哇，哇塞，哇塞了，好卡哇伊哦。前面动作是对的，但一紧张就想要松松两训，所以脚会开始乱动。真的是在最后的时候就会松。对，就是最后那个忍住就没有问题。目瞪口呆，他用跑的出去，哎，好勇敢，跳爆开，好 ，OK， 脚要伸直，紧夹紧，不要太蹲，往前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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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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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有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，其实这个很好，就是这个真的很好，第一次跳水来讲，这个动作非常漂亮，但是他还是想要。用力一下，所以有点侧边转身，方向小歪，正常。太用力反而会造成身体转身。但七公尺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先敢跳，他敢了。第二个步骤就是没有受伤，那就没有问题。OK， 两个都达成，今天很厉害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